精明啊！咱讲过了，佛陀开始答应得要讲《法华经》，佛陀已经是40几年啊，心内所护念犹存，总是时间差不多啦。却是人啊，一心也未调整好啊！佛陀伫咧等待，等待着有心的人静静啊，好好来修法。无心懈怠的人啊，那也耐不住迄个时间的考验，自然啊。伊都会退失去，所以咱证明啊，讲到此辈罪根深重，及增上万未得未得，未清未净，犹如初识，是亦不足。世尊默然而不作止。这是精明的文，因为呢，舍利弗不断恳请啊，佛陀就是等待、等待、等待，人的根基是不是成熟啊？一直到要讲的是，当场呢，5000人退席。真不容易，佛陀开始答应要讲，那这5000人呢，都逐礼而退啦。那佛陀呢，就开始讲啊：此辈罪根深重，及增上万未得未得。现在开始要讲法啦，这的人以为讲。啊，我拢了解啊，我拢差不多知啦。从安尼呢，都退色之气，这种呢叫做精上万的人。这精上万的人，其实呢是懈怠啦。这种懈怠唔肯精进的人，所以退色气。不只是懈怠啊！伊伫佛陀开始要讲经迄个时阵呢，伊竟然安尼退色，无要再进一步求法、了解法啦。这款的人就是无敬心啦，啊，无敬信心，无敬佛啦。无有敬法、信法的心，这种呢是自心障碍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会起精上慢，这呢叫做业障。所以现在甲大家人讲，懈怠者退色吼，无敬佛、信法啊。自心心障碍啦，罪业根深重，增上万业障。因为伊个罪业迄个根呐真深重，虽然当着遮尼好个法啊，人心难得，佛法难闻呐，记得人心呐。也悟了佛法啦，竟然呢，佛陀开始特别讲一心妙法，安尼呢，伊起着懈怠、不敬信的心，安尼退失去，真呢是家己的内心生起了障碍，那这就是因为伊迄、那个。最近沉重也未拢总拔除啦，所以叫做
罪孽根深重吼，所以增上万的业障，真诶，大家人爱真好好啊，自我警惕，咱是毋是有懈怠无？咱伫咧听法有认真啊无？听法的过程中，咱有敬心、信心也无。咱若无认真，若无精进，无敬心、信心，这拢是将咱的内心啊，自我障碍，这罪业的根真深。我嘛是常常都安尼想。不在世的事啊，是安怎这么这么无容易啊？灵山会种种的因缘已经具足啊，是安怎这么这么难得的机会？当场啊，竟然呢有五千人安尼礼佛而退，常常都是安尼在咧思考啊。这么这么难逢的机会，为什么呢？那那个罪因啊，真深啊，罪孽的缘啊，真重啊。有时阵呢，要消毒，那就是无简单哦。所以啊，咱应该呢，爱定定家己自我警惕。因是家己做啊，缘啊也是家己结，要安怎样去化敌过去的因甲缘，嘛是爱家己呢，爱真精进啊，咱真精进，才会当将迄个万，或者是万心啊、懈怠心啊，才会当消毒啊。看看真多的代志，咱会当身体力行，确实咱时时呢，就是大家人伫咧精进，咱确实呢懈怠忍心啊，安尼空空过日子，亲像安尼，嘛是叫做罪业深重。大家人伫咧做，大家人伫咧精进，啊，咱竟然呢？袖手旁观，其实安尼的心是毋是真快乐呢？无快乐啊！大家人投入落去做，大家人同齐来精进，这呢才是心安快乐，叫做平安自在啊！这就是啊，咱安怎样好好定定？自我警惕，保护咱这念心嘛。也那无呢？在佛在世的时，明明妙法都得要开启了吼，却是这样，罪业自重啊！他就是安尼礼佛而退，安尼就退失去啦。所以佛陀嘛是真慨叹啊。知影遮个呢，是啊，失家己失掉了家己的机会啦。佛陀呢，也是无可奈何啊，灭而不制止啊，点点啊，都可以出去啊啦。实在是想到迄当阵佛陀的心啊，是偌呢真艰苦，五千人呢。迄种五千人退色，迄款的环境境界啦，情何以堪啊！辛辛苦苦四十几年间呢，应机祷告啊，竟然呢，伫这个所在伫要等待，让人的根基成熟，确实呢。目睭看到遮多人
根基也阁是无成熟的人，真诶，佛陀的心啊，真正是哦，真难堪呐、啊。所以啊，阁落来这段文啊，这个人退席了后呢，佛陀接落来开始讲话咯。逆袭佛果下离佛啊，我今初将无福积业，顺有正实。我今初将就是现在坐伫头前，如如不动啊，欢喜呢。佛陀伫要讲真实法，遮个人呐、啊，现在。下流佛啊，你一地三千，我呢三处的借记，那你引起那精进三千困切来清法，恁现在遮的人呐、啊，我今初将，我现在这个会中，我遮的地主啦。无福积业，这些拢是真真实，顺有正实，这些拢是粒粒拢是正智啦。就亲像讲，迄、那个树啊，有诶啊，就是正枝插伫土里，但是呢，伊无根，所以佛陀讲。我即卖现在遮，毋是呢，剪枝插枝的地主哦，这拢是呢，拢是种子啊，种子落土啊，经过了土分、水分、阳光的培植起来，树慢慢大长起来，大长的树啊。开始呢，伫要结实累累，所以叫做顺有正实吼。那下面一个解释吼，那这所在佛陀呢，也虽然看到五千人退席，心不堪入，不过呢，看到坐伫头前如如不动的弟子，佛陀欢喜啦。赞叹呐，顺有正实啦，将这个开花结果啦，所以佛陀在叫舍利弗啊，如是正常万人退役加以留落来，遮个拢是遮好个吼，那遐个退出去个人也是真好，可以退出去啦。也那无呢？对法啊，无法度好接受啊。同时呢，会甲这个法呢，差错去团，一人脱衣，万人团食，这种的正常万人啊，听的法呢，一知半解，都是一知感觉，我家己得到的法是。上好的，所以在这个所在听法，出去讲伊家己的话，那这不是真实法啦，这呢就是吐虚，讲的不是真实的，那就是叫做虚吼。那有的人听到啊，以为是真是实，啊，就团落去啦。所以佛陀呢，无希望。这些人无要敬信佛法的人，伊还是卖留落来较好。所以呢，退役加以吼，安尼退去也是好啊。那么，咱来看看，初将无福积业，都只甲大家人讲，见机插土，这根本呢？就是德本未深，吼、哦，
就是阿无修行啦。那么伊呢，就是虽然插伫土里，伊的迄个根呐也未弹出去，所以叫做德本未侵吼啊，唔是自然，将内心的敬信，干那听都是无有敬信。啊，既然不敬不信呐，自然呐，哎呀，迄个根都无深，所以信根无坚固，伊自然呐都无敬心吼。基业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基业吼，基盖业啦，就是啊，根基落来差。那现在呢，无有这种的人啊啦，无有这种无信心、无敬心的人，现在已经无啦。现在老落来，顺有精神，那就是基心诚实。而无添缺，这些人已经堪受法的人，所以叫做顺有精神。这些人拢是从心嘛敬佛信法的人。听经啊，用心听，将来呢，传法啦、啊，弘法，才会当如实说真实法。这呢，佛陀就是希望法传给遮的人，顺有正实的人，这就是伫咧赞叹呐，赞叹现在。也阁是坐伫这个道场的面顶，等待佛陀说法的人，佛陀呢欢喜啦，赞叹啦，这是德信兼备，有德有信，安兼备啦，德就是有修行啦，信呢是忠心。最真实吼，那就是诚实的人啊，最诚实的意思就是讲，既然你要修行啊，就是爱有诚，爱有正，爱有信，爱有信，诚正信实啊，咱才有法度通好传法美啊，所以对。这个会中啊，佛陀赞叹，会当坚实的心留落来听法，这个人是德甲信兼备吼。那有伫咧修行啦，那坚定伊的信心，再落来呢，就讲逆境先听啊，动为逆算吼。下离佛言，为言世尊愿恼欲闻啊！这样，师徒伫咧对答吧。现在佛陀欢喜啦，欢喜大家人呢，已经生起了敬信的心，要来接受呢，这个一实真实的妙。佛陀欢喜，就再个叮咛：你今先听啊！你既然留落来啊，要听呢，都要用心听哦。
前面咱毋是讲过去文思想，咱爱听，爱善思念之吼，那爱斟酌听，爱好好去思考，思考了后呢，爱身体力行。那五千人退席啦，现在佛陀呢再次搁再讲，你今善听啊，当为逆算，遐个人该退的人也退啊啦，坚定信心的人留落来啦。恁大家人呢，爱会记哩，爱好好听，善听就是好好听，前面叫做谛听。就是斟酌听，那现在呢，善听爱好好听吼，那当为逆算，佛陀是偌呢正殷切啊，一定灵啊再交代，爱谛听善听啊，那开始呢，会甲恁讲啦，舍利弗嘛正欢喜的对答啊。为人啊，绝对的啦，绝对。佛陀啊，阮一定呢，真欢喜啊，信心坚定啊，用虔敬的心要来听法，阮会真欢喜哦。这就是佛陀已经呢承诺吼，承诺啦，要甲舍利弗呢。讲出了这个心清微妙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听的人啊，爱真坚定的敬信、敬佛信法啦。那无敬信的心啊，听就是希望啦，去传呢就是不信啦。佛陀无希望安尼，希望人人。爱用诚敬信实的心，用真虔诚的心，好好来接受啊！将来呢，在外面传法呢，才会当真实哦。所以这是佛陀的本怀。那么，咱众生呢，爱好好修持呀，所以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